林家谦红馆演唱会第二场，除了宣布加场的好消息之外，还有大惊喜，就是请到歌神陈奕迅做嘉宾。Eason 还为了家谦打造了个眼镜碌现身。Eason 话实有九年没在红馆舞台唱歌，大家当然相当之嗨啦。邀请我做嘉宾，我其实已经系个心系 yes 噶啦，因为我系好幸同你一起合作嘅做音乐，因为同佢做音乐咧，林家谦系一个好值得大家锡嘅一个人啦，佢做音乐，因为从佢嘅音乐已经可以传播到一种而家好兴嗰个治愈，系咪？我就係聽你第一隻蟹喺前度啊嘛，係咯，就係聽完嗰隻咧，唔知點解塞車嘅時候聽咧特別正。Eason 唔止因為後欣賞家謙嘅音樂，一口答應嚟做嘉賓。兩人原來仲係校友嚟噶。Eason 仲叫家謙喺台上坐低，仲話有份禮物送俾佢，搞到家謙有啲不知所措添啊！呢樣嘢佢真係唔知，佢真係唔知，真係送俾你，你唔使唱。今晚亦都有不少圈中人嚟捧场，包括啱啱开完 show 嘅郑安琪同方浩文、Eason 嘅太太徐浩莹、岑令仪、苏丽珊等。除咗 Eason 之外，林欣彤同组合 CR Star 三位成员呢晚都有任嘉宾。一下眼前嘅 Mac 就话喺台下听歌已经听到喊，仲多谢家谦写咗首《临终了》呢首咁治愈嘅歌俾佢啊！